你又是谁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和他们到底什么关系？三哥，快走！侯爷，李应龙带人太狡猾了。 事先设下陷阱，助他逃脱，是属下无能。这些人进退有序，不简单呢。他们当真是李应龙的人？属下听见，为首的黑衣人称呼李应龙为老大。若不是他的亲信，他们怎会知道我们在此会面，又舍命救走李应龙？当年陈九恒死后，或许跟随他的人并未死绝。是他们又如何？不过是些无用的文弱书生。 告诉皇城司，远景阁混入刺客，让他们掘地三尺，也要给我把可疑之人找出来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 这是谁赏的你？你又是谁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和他们到底什么关系？我有事情，必须要去做。必须要杀人？有的事情。 无论怎么样，你都是罗府的人，你做任何事情都会牵连到罗府。罗府谁拿我当人干了？反而是你。你要是不想牵连罗府的话，现在赶快走。听懂了吗？你现在赶紧走，我自己可以逃。你在的话，反而是累赘。赶紧走，快走。